九度，春天来了。今天是3月11号，2018年。这回咱们阳台上门打开也不怕了。这样镜头就拉长一点啊，全身像。就刚才是这个电池断了哈。也就是说，像陈小平先生和顾维钧先生这样的分析，现在是越来越透亮哈。不敢取他们所有的观点，就是他们对习近平心理的分析和成长过程的分析，还有这个。对，全国人民有识之士、国家兴亡有匹夫有责的这些人士，架起3架机枪，向习近平对准他，让他只有一条路，这个是亮点要点啊，就是不要让这个江泽一伙和习近平的铁哥们儿把他搞的什么，谁给我干活，我就涌泉相报。别拿国家社稷和江山社稷、国家这个未来当这个哥们儿的人情都献给去了啊！这样呢，就瑞士银行呢。一吨一吨的金块儿，就是一天到晚的就换一个名头、封条，一点用都没有，还不是国家的啊，都是新上。